政府公布歸任罪的諮詢結果，大部分回應者支持立法。政府早前建議訂立六項新刑事罪行，包括引入歸任、私密窺視、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等相關罪行。去年十月結束三個月公眾諮詢，接獲大約200份意見書，包括嚟自律師會、大律師公會、平機會、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。政府話大部分回應者明確支持初步立法建議，保安局下星期五會向立法會匯報結果和具體的立法建議，目標在今個立法年度下半年完成草擬法例並提交立法會審議。